什么是凤凰男？干嘛？他们说你是凤凰男，谁说的？同事们说的呗。哼。所以什么是凤凰男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不知道。你肯定知道的，你快告诉我什么是凤凰男？嗯，什么是凤凰男？凤凰男就是懂得持家、生活节俭、把生活过得井井有条的男人，懂了吧？嗯，还有十分钟就上班了，没带够呢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离你近点行吗？不行，这被同事看到可不好。这谁看着？哪有人呢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不是，我手没地儿放，就待一会儿。咱们公司这么多的女生，不会每一个女生你都离她们这么近吧？我没有，你咋还学会冤枉人了呢？那你把手给我，你戴上这个。这，戴上这个绳，就证明你明草有主了。哦，这样以后别的女生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就不准理她们。那我乖乖戴上有啥奖励吗？那我给你拉一下手吧。微微，问你个问题啊。问。你说猪的孩子叫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我去，治不了你了，我还。你给我捡回来。我不捡，你让我捡也行。你跟着我说三遍老鼠。老鼠，老鼠，老鼠。再连着说三遍鼠老。鼠老，鼠老，鼠老。猫最怕什么？老鼠啊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整挺好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我们公司最聪明的人了。你确定？猫最怕什么？老鼠啊。你耍我呢？啊！我不是你的小皮筋吗？什么小皮筋？我送给你的嘛。忘带了？忘带了。不是。女生送你的小皮筋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是忘带了？你肯定是扔掉了。哎，咋了？你还生气了？你不想带可以不带，你干嘛要扔掉我送给你的东西吗？不是不是，别生气别生气，你看这左手呢，左手，谁说只能带右手不能带左手？不带左手呢？我剪开的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是啊，我哪敢带别人的呀？这肯定是你送给我那个。那你给我把鞋捡回来。哎呀，我不捡，你追过来，来。快点！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就你一个，你是我初恋。骗人的吧？怎么可能是你初恋？怎么就不可能了？你就实话实说呗，我又不会生气。实话实说的话，真正喜欢的只有你一个，不骗人。那没有真正喜欢的呢？我算啊，五个，你呢？你谈了几个？就你一个。不是，你怎么生气了？不是说好了不生气吗？我没有生气。没生气，你干嘛呢？回家。回家？你今天不是不回家吗？你回家了，我怎么办啊？你有那么多前女友，你找谁不行？五个叫那么多前女友啊？那当然了，你再努努力，你都可以凑齐十二生肖了。你真的没办法跟我一起感同身受，你知道我为了遇见你一直在谈恋爱，结果谈一个不是你，谈一个不是你，有多痛苦吗？你可倒好，谈一个就遇到我了，一点痛苦都没受，你还生气，有这道理吗？你没生气，那你真的体会不到我的感受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才明白啊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没有生气。你想回家，你就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对不起嘛，我不回家了。